厉害。他之前故意隐藏，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。怎么办？我们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。不要气馁，大家合力一定能找出他的弱点。我要把你们撕碎，那要看你的牙齿够不够硬了。怎么样，我的牙齿够硬了吧？利弗莫长臂，没事吧？一点小伤，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刷牙。大难临头，你们还敢嘴硬？原来是讨厌的人类崽子。竟然敢偷袭我！这边，我要教训那些可恶的人类崽子！原来他的两个头是独立思考的，有办法了！大家分散站位，分别攻击他两个头。强袭普利士，你太聪明了！错呀，现在交给我。岂有此理，连你也来掺和，我饶不了你。来吧。
江西普利士新星普尔达交给你们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守护和平与正义是我们变形联盟的职责所在吗？好耶，变形联盟好样的。我早就说过那个双子星有问题，你们还不相信我，现在知道我神机妙算比神机手还强了吧？看你嘚瑟的样子真恶心。哼，就你这个霹雳炮不服我超宇宙第一。好了，大家服了你了。不过刚才幸好这位小朋友不小心激发了双子星，露出了尾巴，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要被骗多久呢。不用怕，变形联盟已经打败坏人了。你看你神经手，你把孩子吓哭了。小朋友不要害怕，有我超宇宙第一神机妙算的长臂哥哥在，什么坏人都原形毕露，抱头鼠窜。本来以为长臂脸上的铁皮比钢板还要厚，竟然会难为情了。收到空间缝隙警报，侦测到市区范围出现多个空间缝隙。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啊！不好，大家快赶过去！大人有令，打开所有空间缝隙，摧毁地球，消灭变形联盟，夺得基因石。是。变形联盟，又是你们这些家伙！有我们变形联盟在，你们休想在地球上胡作非为！口气不小，既然主动送上门了，那就一起解决掉你们吧。星球都会被摧毁，这里交给我和普尔达，你们快去对付其他人，一定要阻止这场灾难发生。我们上。
须帮助疏散民众，其他人和我一起守护地球，守护平息市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是我的对手。整体战力太强了，这么下去大家都会吃不消的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打破现在的局面才可以。普奇威叔叔小心啊！啊！别再挣扎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空间缝隙即将完全打开，到时候你们全部都会消失掉。你们救不了地球，救不了人类，甚至连自己也救不了。不好，空间缝隙的能量承载已经达到极限，再不停下来，整个世界都会被毁掉的。已经来不及了吗？真的要被毁灭了吗？不，不会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爸爸说过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。海城，越是危急你就越要冷静，好好想想，快好好想想啊。手表因为基因石的能量升级了，所以与基因石碎片能量产生了共鸣。这一次就让我来守护大家。海城，海城，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真的是你，我好想你啊！我和姐姐都好想你。我也很想你们。爸爸，那是什么？
那是古兰星之光。光？古兰星语中，光即是希望。古兰星人认为，哪怕身处陌生黑暗，只要有一丝光，就能指引出前行的方向。哎，好温暖，这就是古兰星之光，是希望。看来他选择了你。来，海城，闭上眼睛，用心感受，跟随光出现的方向走过去。你的同伴还在等着你，你还有属于自己的使命。怎么回事？海城怎么不见了？他被能量风暴吞噬了，成了那个球的一部分。啊！不可能！海城怎么会？都怪这个破球！我现在就打破它，把海城救出来！等等，那个东西有自我保护意识，贸然靠近只会引来更多攻击，而且也可能会波及到。哼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能量风暴中所有事物都会化为尘埃，那个人类也不例外。居然妄想抗衡空间能量洪流，到头来连个渣渣都不剩。你说什么？别急，你们很快就会相见，拖了这么久也该结束了。威登大人可是等着我们回去复命的。变形联盟，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真正实力吧。